虽然呢几日天气冻冰冰，但系街坊参加广府庙会嘅热情丝毫不减。喺城隍庙仲有广场，飞针、玉雕、古琴、通草画等摊位前边，吸引咗唔少街坊过嚟，一边游玩，一边沉浸式体验非遗魅力。让年轻人或者让一些小朋友把他们自己喜欢的东西来画到我们的。 明信片上面，希望能我们有更加多的市民朋友，希望都有更加多的小朋友来学习这样非遗。在庙会的现场，不仅可以看到很多广府的非遗技艺和产品的展出，在现场我还找到了很多现代的创意产品，同样也吸引眼球。今年嘅广府庙会延续传统广府特色，又兼容并蓄现代气息，将潮玩艺术与广府文化相结合，令到传统艺术焕发新活力。 今年唔少文创特色潮玩嘅摊位都好受欢迎。我们用手绘的方式，手绘是可以做到很多，你平时看不见或者拍照拍不到的角度，比如说我们解剖了某些建筑物，然后我们分解了某一些文化点，可以用我的方法去诠释深厚的岭南文化，所以这个就是我的那个初衷。 今年广府庙会将持续至3月1号，每日都会有唔同精彩活动等你嚟体验，感兴趣嘅街坊唔好错过啦！